我现在在付尾，我现在没在赚钱呢。我伫咧趁钱。哎，有新合同了。我已经看过这份委托了，你也应该过目一下。拍恐龙照片，简称恐片。哦，很幽默哦，很幽默，这很幽默哦，恐片，恐怖片哦。使用巡逻队拍照，至少一张值10000块的相片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一定听说过所谓的拍照时机，但这个合同并不是关于拍照时机，而是为娱乐部门所做的拍照作业。好啦好啦，所以赶快开始按下快门吧。闭嘴啦。好，我们可以去挖了。这是多了新什么新东西？哇塞，好多哦！甲龙、盔龙、盔龙啊，那个盔龙是什么？给盔吗？这样子，那个盔龙的那个生态环境，就是遇到不管是什么，遇到任何龙都会这只龙给盔吗？这样子，难怪会绝种，就被揍的有没有？我发现我盖着没有钱了。好像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们是不是要先去一岛把化石带过来啊？啊，然后那样游客才会进来啊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开放游客啊？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。然后一个游客都没有，现在是什么情形？因为没有恐龙吗？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可以把一岛的恐龙带过来吗？可不可以？我先付一只好了，我真的要没钱了。盗玲珑，中国有迅猛龙哦，之后再说啊，不急啊。这个是第二岛，这是第二岛。我光清理的费用就浪费了我一堆钱在清那个在清理身上了，真的是超浪费的。拜托，你是我们唯一公园的精神支柱。你要是孵化失败的话，我就要倒闭了。啊，还没开始就要倒了，有没有？我没有钱啊！啊，没有钱，我只能把它卖掉。超高品质快点，精神支柱，我的资金来源。去一岛探勘，再来二岛。然后我们要给他食物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剩下多少？11000。太棒了！我没有钱。我要把那个探勘的东西卖掉了，我真的没钱了。有必要到这种何德何能到的这种地步？我觉得我好可怜哦。可是超高品质有点想直接给他研究下去的回到第一个地图，把研究的东西那边不要卖，带过来可以卖嘛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开始有一只恐龙出现，开始有了。这是观众不是观众，这个是观光客啊。我们去第一岛，我真的要去要向一岛救济了，我这快不行了。繁荣的好所在啊！我可以在这里做孵化，太棒了！我又突然觉得好有钱哦，1500万哦，我好多钱，还是这里最好的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去探勘啊？探勘队，探勘中心在哪里？不行哦，可以我在这边挖，然后再把它带过去不就好了？对不对？对呀，钱都用这边的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又重燃希望了。而且我觉得那边的土啊，好灰暗，有点不是很喜欢这边看起来比较亮，比较舒服一点啊，我觉得。业务不可能总是干净或轻松。但它总是有必要的。
所以看看这个合同吧。好吧，五颗星是吧？我觉得我不行，反正还是接了，反正失败也不会有惩罚嘛，对不对？失败也不会有惩罚，也不会扣你的钱，能用就用。好，准备要回去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盔龙的部分我们好像没什么用哎、欸，挖这里。我就在这里直接 DNA 就好了啊！等下再把它带过去，可以马上做一只出来。谁生病了？我们的仕途二号生病了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！写个边啊嘞哦，弄掉我不会哈！完蛋，我不知道门在哪里。把所有恐龙放在一个岛上，简单点就是只经营一个岛。可是它不是会有受限吗？就是经营的范围有限，不能再扩充啊。它比较可惜的部分是，它只能在它指定的区域盖房子啊。对啊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也想这么做啊，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、啊。确认恐龙身份。我不中，未击中，该死！哎，他还有抛物线呐、啊！击中恐龙，嫩，一切处理完毕。好，结束。交换分工。拜拜。欧洲亚洲蛙。哦，我现在发现原来这里有、哦，你知道我一直以为他的画面一直是带到这边，我以为只有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是我太笨，还是这个游戏没有讲啊？我根本不知道周围有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太笨了吗？倒腰，哎、欸，有倒玲珑哎、欸，哇，好想弄个倒玲珑哦，克氏龙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重庆龙是什么东西啊？中国来者是吧？还有双棘龙，所以说如果我不去二岛，我在这边经营也是可以嘛。那我们不要急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那么多恐龙可以玩，那我们就不要回去二岛了，我们二岛以后再说好了。突然觉得，既然可以在这边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在这边活下去呢？硬要跳出这个舒适圈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好，那我们就不要跳出舒适圈了，我们直接在这边玩一些新恐龙。等到真的没有恐龙可以玩了，我们再去二岛。盗玲珑是迅猛龙、哦、，OK OK， 也是迅猛龙的一种科目嘛，对不对？克氏龙，只是缺点就是在于说这都要等待而已啦。我下雨了。二岛生活太艰难了，的确，我看那个环境我就不是很喜欢啦、啊，真的不是很喜欢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我们钱那么多，真的不用担心，那我们可以马上就是来接个合同嘛，反正就多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，顺便升一下我们的娱乐，我们来做娱乐好了啦，我们娱乐都没有在什么进展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娱乐没什么进展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娱乐有任务，战斗、喔、真的是。哪一只有战斗过啊？哪一只有战斗过啊？哦，这一只，我们先把娱乐解决掉。这一只，设置追加工作。这一只战斗衣嘛，把它带到这边来，然后我们这边来敷一只消耗品，看谁最便宜，有没有最便宜的？啊，这只三万块，这只可以，这只可以。来，我们来战斗吧！咬他！快点！杀他全家，打他的妈妈！为什么他一动也不动嘞？
哇，气噗噗哦。建议盖水泥墙，而且要先避难所是吧？好哦。我要不打了，快点快点快点快！你是不是肚子饿啦？哦，食物在下降中，我觉得差不多，等一下就克他了。到玲珑会从网子跑出去哦，那到时候再盖一个围墙就好啦。好，放三角龙出来喽。林道龙哦，是哦，我看错了吗？林道龙，好，那就叫林道龙。我不跟他打架，会咬吗？哎呦，对视了哦！哦哦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这次应该会赢。你爸就是被我杀的。好，三角龙表示什么？我要替我爸报仇。我爸为了救我而被你吃了，如今现在我要替我爸报仇。嗯嗯，不是吧？我这样这次要死了。恐龙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。哎，咬他快点啊！你怎么那么烂啊？快快点弄死他！哎，不是吧？我这次死掉了。快快快抽他！三角龙不要。你爸很强，好，你爸很强，但是你更强。我要跑走了。哇！哇！到底要不要打啊？我可以开车过去，然后把他给麻醉，让他去咬他吗？有没有这种方法可以呢？帮他补血，帮他补血，我还要开车。我能说什么？你做得很好。感觉有望哦。有有有有有有有 ，nice。那一只还在跑。那只表示，哎，什么？不关我的事啊！有人死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我都不知。嗯，啊，你不是已经获胜了吗？哦，有了，成功了。嘿。这就是演艺界的生态，不是吗？还要把它吃掉吗？我看会不会把它吃掉啊。啊，吃掉之后会不会不见？他的课哎。他的课食物会增加。然后他会不见，我就不用收拾残局了。麻醉战斗会直接结束，不会有胜负哦，好吧。哎，他吃完就这样子哦。然后把他载走了，不是这个搬运，正在回收恐龙。然后这一只的话，我先把这个门打开，让他回去好了，舒适度哦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要来盖一下避难所了。我们避难所就盖比较中间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他们疏散的那个。方式会比较，应该是说盖两个点，两个避难所，啊，他们疏散就会比较快一点，啊，避难应该就比较快一点，啊，一个盖在这里好了，然后一个盖在这边，两处避难所。嗯，奇怪，他刚刚是不是写避难所二啊？所以说，意思是我之前就盖过避难所了吗？太棒了！应该快足够了，对，44%，50%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会不会直接翻墙啊？我这个墙壁是不是要改成是水泥式的？
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用电网，电网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有水泥墙哎、欸。好，围栏啊，靠腰在这里啊。干谁啊？谁死了？啊！被吃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看。抱歉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、啊。那、啊、我就看你在那边过得很舒适、很惬意，你就这样，好吧，算了。想说这会是你的晚餐，看来、你的晚餐也不必了、啊，退掉了。重金重钢筋，这个，这个是要在佩拿岛啊，佩拿岛才会解锁的、欸，通电混凝土还是这个？啊，是这个啦，找到了。研究需要研究中心树，需要什么意思？那个“四”是什么意思啊？研究中心树两点，所以说我们多解一下研究中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点数，然后这个点数就可以四点可以解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林道龙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要四座岛，好吧，我放弃。电网是那些恐龙不会自己去触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有旁边有草食性动物，他们应该不会小跑去碰它吧？没有电力，电网团团试过不行，来试试看，全部都充满了电，啊，太接近恐龙了。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什么东西？挡住了。这边可以。龙王龙死了，有没有办法知道龙王龙的死因啊？我其实蛮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死的、欸。这边写，因年老而死亡。你也才出世没多久而已，你是每一分钟长一岁啊？啊，这太令人难过了吧？正在前往，先来看呢。哇，继续保持下去，继续保持，你就前途无量了。前途无量，你讲前途无量的时候，我怎么感觉你在虚我啊？你是不是在虚我啊？因为是恐龙挂了。No， 年老又死了。埃德蒙顿龙。这种恐龙是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被发现的，加拿大但在是哪个地方呢？还破音。这种恐龙对霸王龙来说相当美味，要带一只啊？谁敢跟霸王龙争论呢？要再养一只啊，小鼻龙。我们再扩，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林道龙的，然后这边会有空间，好吗？哎，你给我。你既然这样子，你是想要被咬死是不是？我成全你哦。你就在那边，先放出来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蛟龙大！我想我读过这种恐龙的资料，他喜欢什么？是在一本书里。他叫克氏龙，叫三小，哇！一过来就先吃东西了。恐龙数目快超过了、哦，他不喜欢太多恐龙混在一起是吧？种类太多了，他不喜欢。三角龙大哥，你可不可以好好乖乖的回去啊？你再这样子，我就要把你变成食物了哦。哦，他这个恐龙数目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哎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们克氏龙养一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养多只也没什么屁用啊，纯粹就是看爽这样子。两扇门，有没有到需要这么战战兢兢的啊？啊，不就一只林道龙而已吗？我突然有点懒得用两层了、欸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就先这样子啊，到时候看后果啦，好不好？看个后果也好啦。哎，差点把它拆掉，吓死了！我不管，有人说真的很可怕，
我才不怕，是男人就一道墙就可以了。我是男人，所以说我不怕，大不了重新读档嘛。先存。他的声音好奇怪哦。好。这就跟我之前玩方舟那一只好像哦。迅猛龙之所以恶名昭彰，根本就一模一样。是因为人类不了解，这种恐龙永远都是顶级掠食者。我们的工作是要让他们，也就是迅猛龙，了解我们人类也是顶级掠食者。我们也是顶尖的哦。敢弄我试试看哦！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有画面，这可以，一下就挂了。看他吃的这么开心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再稍微先看一下他的舒适度啊。草原、森林不够，他不爽。我们先趁现在赶快都弄一点草原给他。啊，草原不够。这个空间他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。哦，给你，那亲。我对不到他了。看来是草原不够啊，就是那个空地感觉不太够。而且他是群居动物，他需要再一只领导龙才行。他需要再一只，不然他会不爽，他会想要离开这里。那我就只好用扩建的方式了哦，对，把它挡住。哇塞，又跑回去了！你们是想找死对不对？算了。Oh my god！ 别撞！他撞哪里？我听到撞击的声音了啊！他被电了。啊！别！哇，这直接用撞的哎，他非常的焦躁不安，超级北宋，艾德也才刚出生，大蓝损坏，必修快点。维修申请已收到。他进来了，开咬。哈哈哈哈！等，麻醉你。了解，先把他弄麻醉再说好了。好，这边死一只了，马上死一只。欸，那这样子好办多了啊。顺便连这一只也麻醉了。好，那只晕了。欸，这只不用，它跑过去了。这只不用了。快点，趁现在。怎么恐龙太接近啦？哎呀，不会挑时间啦，走开，三角龙走开。应该基本上是说，如果它的舒适度够的话，应该是不会这样子乱闯一通吧。恐龙运输完毕。我再试试看啦，如果它还是很不舒适，我觉得就不要，就还是要电网。可是它看起来还蛮舒适的。好，吃饭给你这样子。它舒适度在上升了，好爽哦！有地方可以让它跑，应该就不会有事了啦。哎，撞山小，露在这里。别 ！What the fuck？Oh my god！ 我干你的！收到维修人员。但我不是要修恐龙啦！我手忙脚乱的。不要！快点弄死他！
啊！肥婆，成为食物吧你！啊，嗯，好吃。我要掉星了，我。别射死他，射晕，快点，快点！射晕这小王八蛋！有了，跑一半软掉了啊！天哪！我就给你漏了。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那我刚刚招出那两只是应该会吃肉吧？应该好好的啊！天哪！那两只出去了没？进去了没？我没看到两只啊，两只去哪里了？两只去哪里了啊？我不是有放出来吗？我看到，在那边。看起来过得很快乐啊，直接掉一颗心啊，没差啦。有啦，有食物，他们就好像比较乖一点了。哦，看一下他们的社交好像到达了一个数量了，可以了欸。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放角鼻龙啦，对不对？我这边也可以放角鼻龙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太大块了。那么这么爱吃哦，贪吃鬼哦。社交 OK。森林太小，可是还是他们的可接受范围啊，还在他们可接受范围。草原我也是有满足到他们了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。孵化两只星空。你也要尽你所能的帮助保安部门。这样好像好多了。不同肉食会对打。是哦，可是，应该是说如果是同科系的都是畜牧类的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游客刚才才第一次体验被恐龙支配的恐惧啊！想要来参观恐龙吗？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被恐龙吃掉的案例哦，来这边观光一下哦。你想成为被猎食的对象吗？欢迎来到我们老头的侏罗纪公园，你就可以被当成猎食的对象哦，很刺激。我们来测试啦，放一只角鼻龙过去会不会怎样啊？我觉得是不会啦，要不要我们跟你们打包票？绝对不会。要是会的话，要是会的话，就，我不知道会怎样。可是我已经孵化了，又不能停了。差赌时间。来啊，就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三打一啊！三只林道龙，唯有一只角鼻龙，谁会胜出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会不会被车轮。再一次好了。有了，进去了，太棒了，会吗？社交树木没超过，草原太小啊，那有可能会打起来哦。我已经尽力了，这样你还不够哦。草原差一点点，哇，我没办法再增添草原了。我该拉都拉了，哇，就真的不够大啊！啊，舒适度正在掉，草原差一点欸。修吧！哇，真的打起来了！哎呦！我要当这个小只的，我要小虾米对上大金鱼，他俩在沟通，这是温刀，
你哪里来底家？我吼一吼就走了。那老兄弟，老兄弟。这是老兄弟的意思吗？大个大个，有一只大长的来啊，要安怎处理啊呢？对吼，你说这个非常的对，各位。有一个人讲说，把深水区把它铺平变草原。对吼，我怎么没发现这件事情？是我太笨了，对不起。这样够吗？有没有办法满足他？哦，太突了，太突了！勃起了，吓一跳。放平，没事。突然这样，我有点怕、啊。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，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。这样够了吗？还是不行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放草原，没有帮助啊。不然就是把这边接过去。这里啦，安尼会使袂？这样可不可以？要求真多啊！啊，有了，应该是不会打起来啦，我觉得。不用电，他们只要过得舒适，就不会起冲突了，我觉得。他们只要 OK， 就是说他们没有不爽，应该就不会像刚刚那种很北岸的那种冲突就不会出现了。